县长张国焘日前到鹿草乡下潭社区松德社区会勘登着维护基点计划第一期办理的状况，并且和社区内面的士大做伙参与长青活力站和社区关怀基点的活动，现场气氛是真好。大家安尼，咱开讲吼，啊，着加足健康诶吼，啊，毋通干焦伫厝里干焦看电视吼，安尼吼，啊，看久吼，啊，足无聊诶吼，啊，所以吼，咱伫遮有老师来遮教大家运动、食饭吼，啊，搁啊，大家做点迄个简单诶，即个身体诶检查，比如讲啊，血压啦、心跳啦吼，啊，这都大家拢真好吼，啊，搁来吼，练字嘛，生活加足趣味诶啦吼，啊，所以未来吼，咱遮起身诶起好吼，咱会当吼较好诶空间吼，啊，我来遮主要就是甲大家看看，啊，看遮设备，因为遮吼想讲要入来遮路吼，都爱安尼吼，爱有做迄落速度拄啊好，咱若驶咱迄台面子诶迄电动车诶时阵吼，哇，要起来一声就咱起来啊吼，较方便安尼吼，啊是二楼就一楼电梯吼。县长讲，嘉义县是全国老人人口比例上悬诶县市。为着要照顾更多的士大，才由政府和民间的单位来合作，配合前瞻计划实施，布置更多长照据点，强化社区长照服务的功能。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